你都知道。知道什么呀？本王喜欢你。没想到你竟然会救我。大美男，咱们这么有缘分，那你叫什么名字？厉王殿下是我的主人。本王会是个不错的主人。东正寺外，小青姑娘亲口承认是本王的人，为何要跟太子？难道殿下费尽心思把我带进王府，是因为喜欢我，想娶我？殿下早啊。殿下，这是我为你熬的十全大补粥。殿下，你来干什么？以后我给你提供睡前讲故事服务吧。殿下，殿下，你却只笑我心虚，我提笔送你这诗情画意。殿下还有何吩咐？你到底想做什么？你是什么时候的？原来是个一杯斗。没想到你这个大坏蛋还挺好看。肌肤滑溜溜的。你别说我还不想死。上来不会是让我看风景吧？安静，醒醒，记住，我一定是疯了才会救你。是他救了本王。记住，提笔送你这诗情画意，是为寻觅指引在喧嚣里。心和醉在相濡以沫，此生无果。这些诗你翻遍所有的书籍，就是为了帮本王找到出口。你都这样帮本王了，还说不心虚？我们一马归一马。本王倒是有一个一劳永逸的办法。什么办法？假戏真做如何？我的王妃